承蒙妙法子的大力支持，環護教育基金會在2015年派員造訪拍攝，又給予了大量的有關植物的資料和圖片做參考。除此以外，我們亦都感謝詹志勇教授和妙法寺的修智大師的寶貴意見，能夠和妙法樹木結緣，目睹他們茁壯成長、開花結果，那股強大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，實在值得我們讚賞。現在就等我們先睹為快，欣賞植物的靚相先吧。